小白脸，小白脸了，现在这些都没有化妆的，化了，化了的，化了吗？有点黑。包工化了，就包工化了。嗯。针对交通以及徐州边河道路临旁，请在等设备前门票或者方式欺诈游客的现象。 开封市公安局周九日举行了龙头阁持学士以及经济上的损失，自家有二年，全知开封府以来，岗职不阿，清正廉明，铁面无私，执法如山。 改革诉讼制度，开通惠民河道，严惩脱贫无赖，治破疑难案件，确保京师平安，深得百姓拥戴。圣上感念其日夜操劳，倍尝辛苦。 特赏赐开封府银600两，绢40匹，茶20斤，钦此。谢主隆恩，皇上万岁。
州长同党，自犬只中京开封府以来，深受皇上和黎民的重托，当官为民，听取民意，减免苛捐杂税，惩处贪官污吏。衙役们，请将太宗皇帝的诫旨铭时时牢记在心。诸位嘉宾，八方迎客，敬请进入本府游览观看。本官请热诚欢迎。哪位如有冤情，上大堂申冤。本府将恭候您的到来。县有县衙，州有州官，你为何不远千里到开封府告状？民妇案情重大，各州县衙们不敢接我状。听人言，开封府包大人亲政廉民，不畏权贵，故而越衙告状。起来说话，起来说话。秦香莲，你状告哪一个？当朝驸马陈世美。是什么？到当朝天子女婿驸马爷？你胆子可不小啊！这状我可不敢接。严禁进入拱门广场内苍天。开封市公安局周桥派出所。我秦香莲走遍千山万水，难以昭雪呀。苍天啊，你这个好狠呐，来点黄朝马汉。快快将秦香莲扶起。是。你找他们吧。任你皇亲国戚、高官显贵、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请秦香莲到大堂上慢慢讲来。走了。衙役们，回府升堂。张顺。